们今天要来看15个肯尼呢不为人知的惊人真相。好，肯尼呢曾在交友网站上做出跟 X X 一样的行为。哒啦，肯尼是肯尼的大荧幕出道是在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3》。什么？回到 Chicken 小鸡仔，姐姐，谁啦？弟弟。Super shy, super shy, and now. 其实有够无奈的。啊，对不起。OK， 开场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脸特别红？你去晒太阳。其实我前一两天更红，我现在其实已经算是恢复白色了，苍白的颜色。没有啦，是恢复我原本的颜色。对，我原本今天上个照片好了。真的，我们最近呢有做了一个企划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就是我们去医美诊所。我们做了一个很夸张的企划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之后影片会上，应该可是可能会一阵子，因为医美嘛，也需要点时间。然后呢，大家就会发现我们脸开始会有点变化。大家在那个看影片中间，如果有发现我们脸有什么变化的话，可以下方留言。因为我们要出道了，出道就得出道，我们变歌手了。好，那今天开场，我们现在问大家就是，大家知道 Barbie 吗？我们之前不是拍过了吗？ Barbie， 芭比娃娃的那个灵异影片嘛。然后呢，大家知道 Barbie 就是最近很红的那个芭比电影嘛。那大家知道芭比旁边那个是谁吗？ Hi Ken， 那个肯尼。你知道肯尼？知道啊，那是她的男朋友。哦，那大家知道肯尼吗？其实我对肯尼没什么印象。那你对肯尼的印象是什么？其实没什么印象，因为女生通常就是玩那个女芭比嘛。但想到了，曾经有个新闻是有一个人为了整成像肯尼，就是整形像肯尼，然后去整，然后整个变像肯尼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那个新闻吗？有。然后有女生就是整成芭比的样子。对对对，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来看15个肯尼呢不为人知的惊人真相。那芭比大家可能稍微都知道了，那肯尼呢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会有人在乎这个吗？你说肯尼吗？就是他15个惊人的秘密。欸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芭比电影上映之后，好像蛮多人开始注意肯尼这个角色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肯尼究竟他有什么惊人真相。哦，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可能大家有比较惊讶，就是传闻的肯尼是一个跟踪狂。有可能吗？跟踪谁？跟踪芭比吗？有可能哦。嗯，这样会不会那个今天这集大家就童年崩坏？哦，可能会哦。然后看完电影也崩坏了。对，好，大家一起来看，就去拿15个吧。好，看这边有没有订阅的话，赶快订阅，没事的。订阅 IG 一定要追踪哦。加粉丝，我今天跟毛东家的那个影片。这会有我们的联名商品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。普渡要到了，我们即将要出普渡商品。好，那看第一个肯尼的秘密是什么吧。来看究竟是不是多恐怖 ？Let's go。Go！ 好，第一个关于肯尼的惊人真相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总共有15个。然后这个文章来源是键盘大柠檬，那原理节目放在下面看哦。啊，不对啦，我们要先看那个啦。我们在看真相之前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肯尼这个人好了，因为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肯尼是谁。好，肯尼呢，他的英文名字是 Ken Sean Carson， 是美国玩具制造商美泰尔1961年向大众介绍推出的人物玩偶。该公司1959年发表芭比娃娃，而此玩偶则设计作为他的男朋友，是芭比娃娃相关主要产品之一。主产品芭比娃娃是20世纪全球最广为人知及最畅销的玩偶之一。玩偶肯尼与芭比呢，虽为虚构人物，但却是以美泰尔公司创建人露丝·韩德勒一对女儿的名字所命名。在2010年的美国动画《玩具总动员3》，芭比与肯尼也客串作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角色。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肯尼，他职业很多哦。他是1961年出道的嘛，他有从发型师到宠物梗犬的饲主，对，就是他有做过很多工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肯尼的真相吧。好，第一个呢，肯尼其实是姓 Carson。对，听说是创办人儿子的名字。哎，我们刚才有讲到，好像没有很重要。反正他就是姓 Carson。对，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真相，好像有几个没有很重要。爸，我觉得今天，但我们可以来选出你觉得最不重要的是哪一个好了。I don't care。好，第一个是这个，大家觉得惊讶吗？好像还好哎。爸，我给惊讶指数啊。好，那你给多少？三分。我要两分。这算是冷知识吧？好，下一个。
第二个真相是，肯尼的年纪啊比芭比小2岁左右。啊，我以为他比他大哎、欸，我以为他们一样大、啊。一般来说，应该都觉得肯尼比较大。芭比呢，首次登场是在1959年3月9日，肯尼呢，则是在1961年3月11日。Oh my god， 原来是姐弟恋啊！就是他们是以出道日期来看的、啊，所以芭比娃娃早出道2年，所以他就是大2岁这样。嗯、OK， 好，大家震惊，肯尼呢原来是比芭比小，然后是姐弟恋。好，应该多少分数？可能也是3分吧，就好像哦，嗯，然后嘞这样。好敷哦，那、啊、就是真相没？对，就是冷知识嘛。他、啊、不是跟你原本预期不一样，那不就会很惊讶吗？可是如果说他是比他大10岁，或者是小10岁，可能才会比较惊讶吧，因为2岁其实差不多啊。错，姐弟恋，我觉得姐弟恋就是会有点让大家 shock， 就是对小孩来说啊，男生不是应该要比女生大吗？我猜应该会有人是这样的想法，有点像是姐姐照顾弟弟的情侣那种感觉。OK， 好，我自己有点 shock 了，哦，我要给8分，要看下一个。好，第三个真相是，肯尼娃娃这个人物啊，他初发售的价格是3.5美元，约103台币，相当于现在的27.4亿美元，约811台币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公仔这个玩偶，他一开始一直就是100块台币左右，哦，已经变成一只800嘞。欸，我记得那个之前因为芭比上映嘛，很多那种芭比收藏家、啊、就拿出那个第一代的芭比，就真的像你讲，就是原本都是100块，然后现在都涨价翻倍。哇，那如果你的仓库有几百只、几千只，不就赚烂赚翻呢？你可以趁这一波的时候赶快卖出去，这样。会有这么多芭比娃娃的人，应该是真心喜欢了，对啊，所以他应该就是收藏。对啊，说不定你现在有可能，荧幕前的观众可能有人是芭比娃娃的爱好者嘛，然后可能家里仓库可能放了一个框起来的一个芭比娃娃，然后可能是那种价值几百万的也有可能。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是喜欢收集这个的话，对，说不定你们家有一个超贵的芭比娃娃，说不定你可以问问看。好，这竞价指数我给他5分好了，这我可能给他6分，真的会涨价呀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很保值的东西，就是从以前买的啦。如果现在买当然就是贵，但是如果你以前就有的话，哦，有点像股票的概念。大家如果有点想法啊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，第四个呢是，当时呢其实有2种肯尼哦。肯尼初登场的时候有金发版跟褐发版，哎、欸，对，其实有出现过2种颜色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印象中都是金发，哎，可能因为跟芭比的颜色是一样，哦，不然就是棕色，那种咖啡棕色，对，就是褐发，对，但是没有像影片那么照片那么深。玩具总动员出现过就是褐发，对，然后常看到的是金发，所以它其实有2种发色。好，你这样惊讶吗？大概也还好哎、欸。给几分？大概也是5分哎、欸。那我给他6分好了。其实我印象中的肯尼哦是褐发。哦，你是褐发啊？对，我对他印象是褐发，但又觉得很正常啊，他是外国人嘛，所以金发也是蛮正常。我们目前有几个 I don't care， 我们给几个 I don't care 好了。你目前有几个 I don't care？ 就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 I don't care、啊。就是可能没有到很惊讶的啊。我目前对我说都算惊讶。好、下一个。第五个呢是跟芭比一样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维罗斯市，不过这是虚构的地方哦，这不是真的地方哦，哦，我以为是真的哎，所以它其实是美国没有这个地方哦，所以是虚构的哦，对 ，fake。好，卡、no. 我给他4分好了，你觉得惊讶吗？几分？我可能3分哎，我觉得以前都会想说芭比是来自于美国，但是你不会想说是哪个州还是什么东西的，就 I don't care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第二个的真相是，跟芭比第一次相遇是在他们的第一支广告上。哎、欸，这广告看不到哎、欸，但只有那个图。好，不然就是我们如果有找到的话，我们在这边再附上。哦，所以他们以前没见过，是在广告上才见到哎、欸，初次见面。我以为他们私下见过面了。他们私下见面要先怎样？对啊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这样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小时候在玩芭比啊？我不想玩呀，咕啾咕啾。这个我给他7分好了，应该几分？可能5分吧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应该就是一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相遇好像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呢是，好，肯尼身高呢是30.48公分，只比芭比高了1.27公分。啊，1.27，但还是比他高啦。大家的正常的观念可能就是男生要比女生高，对。如果是比女生矮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很震惊了。或是一样高吧之类的，一样高也很矮啊。我觉得大家通常会印象中男生应该是会比女生高一个头或是一半吧，就像他们那个图片。对，但其实他才高一点点哦、喔，所以其实还是算有点小惊讶，就是觉得应该要高很多。对，因为感觉肯尼好像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这样子。好，我给他6分，你给他几分？好，这比较惊讶，8分。
好，下一个。诞生三年后啊，才终于有第一位朋友 Alan。Alan 呢是肯尼的朋友，在1964年登场，衣服跟尺寸和肯尼是一样的。这个人我不知道哎，因为其实我对芭比的内容没有到那么熟，所以他这三年都没朋友，三年后才有第一个朋友，比较孤单一点。乳蛇，朋友的部分是乳蛇啦，但是他有芭比啊，好像也不算乳蛇。我给他五分，这我可能给他六分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是黑人肯尼版。1981年呢，曾经诞生黑人肯尼，不仅有黝黑的肌肤，还有阿波罗爆炸头。商品名为 Successional Malibu Can。哦，这个我有惊讶到。哎，这个我也惊讶到哎。对，我从来没想过他有黑人版的肯尼。好，你给他几分？这我可能会给他九分哦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。这我给他十分。啊，给他看看照片好了，上去噔噔噔噔。哇，我真的是从来没看过有黑人版的肯尼。但他很壮哎，然后爆炸头，算是蛮常见的一个样子哦。对，好，大家有个人想法，你有惊讶吗？这个蛮惊讶。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是肯尼在男同志间呢、也很有人气。1993年呢，肯尼曾经推出象征当时 gay 文化的网状上衣版，还戴着耳环，受到男同志热烈欢迎。这个我觉得我想得到，所以我没有很惊讶。就是我觉得他在男同志有人气，应该是本来就有可能发生的。然后，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子的男同志的样子的肯尼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惊讶。这个的话，我应该也是几分？七分吧。七分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肯尼他就是外表很精致，就是感觉同志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很漂亮的形象这样子，所以就没有到特别惊讶。但是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个娃娃，觉得很特别。就给他八分，我也是惊讶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充满激情的肯尼啊，是所有肯尼系列中卖最好的商品。他什么意思？充满激情？该看照片。对了，是有充满激情吗？就是他上面那一只啦。哦，同一只啦。他可能就这一只卖得很好。哦，所以原版的肯尼都还没卖这么好哎，所以反而出了这个版本最好卖最好的商品就出来了。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肯尼他就是很时髦的感觉 ？Fashion。对啊 ，Fashion Can。蛮惊讶的，因为居然比原版卖的还好。八分好了，应该几分？我可能给他六分。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呢？这个蛮惊讶的哦。肯尼啊，其实有一位弟弟。肯尼呢，有一位年纪差距非常大的弟弟，叫做 Tommy。什么？他有弟弟？哎，赶快看照片，张一灯。这个怎么有点像女生呢、可是他留那个什么妹妹头哦，那小男生的妹妹头，有点翠梨叔的感觉，金发版翠梨叔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。给他八分，应该几分？这我可能给他六分吧，就觉得知道了好像就I don't care, you don't care。你这是那个印度腔吗？你要讲 I don't care, I don't care。其实今天这一集呢，可能那个有就是喜欢芭比娃娃的人，或喜欢肯尼的人，可能这一集可能全部都知道，然后觉得我们很无知。就是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样的？我们就是无知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肯尼呢曾在交友网站上做出跟跟踪狂一样的行为。肯尼是跟踪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在交往43年后啊，芭比和肯尼曾在2004年分手。忘不了芭比的肯尼啊，于是在交友网站 match.com 上关注了芭比7年，最后又在一起。哦，分手后忘不了芭比，所以他就一直在查看他的消息吧。哦，关注了7年呢，哇，关注了7年后又在一起也是蛮厉害的耶。因为7年是很长的时间呢。对啊，而且他说什么交往43年啊？对，太久了。缘分啊！好，刚刚满分应该几分？这给他八分，因为他刚刚他需要和我就是交往43年，不是跟踪狂的部分吗？不知道，我可能就被那个数字影响。所以他们其实已经40-50岁了。好，下一个。肯尼的大荧幕出道是在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3》，并换了50套左右的衣服。什么？我知道他是在这个电影出道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换了50套，就是、太多了，不会特别注意啊。他是歌手艺人等级，好，这我给他7分，好，应该几分？这我可能给他6分，又完全不会注意到。就 you don't care， 对 ，I don't care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由与实际年龄符合的肯尼，曾经在2009年贩售过老爹版肯尼，实为 Sugar Daddy Ken。Sugar 是肯尼的宠物犬，所以有贩售过大叔版的肯尼的概念啊。
然后因为肯尼刚刚看起来也差不多有50吧，所以就是符合他年纪的一个玩偶哦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有卖过老爹版的。对啊，这应该算是哎，如果你有收藏到这个的话，现在价格应该不便宜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等等，老爹版的肯尼其实还蛮帅的哦。他还有牵只小狗，就是 Sugar。那我给他8分，你给他几分？这我可能给他9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会让人家想到那个 Sugar Daddy。对 ，Sugar Daddy， 但是 Sugar 其实他的狗。什么是 Sugar Daddy？ 我也不知道哎，知道一下。加一好，想知道的私讯鸡腿姐，大家看完这目前这几个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告诉我们呢？你觉得哪一个让你最震惊？留言起来，告诉我们。好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看完了15个肯尼不为人知的惊人真相。那我今天看完呢，应该就是那个跟踪狂的那个真相，就是让他默默的关注着芭比7年。我觉得好像觉得很忠心的感觉，但是又觉得有点恐怖。就是他分手了，还是关注7年，不觉得蛮恐怖的吗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但是就是他很爱芭比的，然后才这样子关注。好，那你觉得哪一个让你最 shock？ 我觉得最后一个 Sugar Daddy。Why？ 因为他会做的跟他年纪一样的，我觉得那个很有那个纪念意义，就好像可以买来做纪念。那你要买吗？如果我买得到的话，而且他还有只小狗哎，很可爱。那你要买吗？看他多少钱啊？5000块。那我买不起。3000块、嗯。我还是买不起。1000块。200块买得到吗？这感觉至少要个1000左右吧，我猜啦。对，这种特别版应该比较贵，但是我觉得买来就是，如果有人要的话，你就可以收藏价值。好，那大家今天看完这几个不人知的真相，你觉得哪一个让你最惊讶、最 shock？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这15个当中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铃，然后去追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等一下会员支持我们，就听毛东家的影片。然后之后我们会推出我们的联名商品，然后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哦。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会推出我们联名的普渡箱，然后也算是零食箱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资讯哦。记得购买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会推出很多不同的商品，大家可以持续追踪我们。好，那就拜拜。拜拜，记得留言哦，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。拜拜。